听说你今日回娘家了，侯爷。母亲身体抱恙，我便回家看了看。需不需要请刘太医过去看看？多谢侯爷关心，若有需要，我再与侯爷说。 你还会白描？刺绣需要底稿，不会白描怎么行？只是我画技粗浅，难登大雅之堂，侯爷不要笑话。作画古朴雅致，朦胧中竟还有点古旧沉破之感，是一幅难得的佳作。侯爷果真是文武双全。 我作此画时，先用了撞粉和撞色两法，还将实色和颜彩相结合，尽量减少了线条的身影，希望用色彩就能造就出荷塘的朦胧之美。画作是佳作，可你如何用针线将其呈现呢？侯爷，拭目以待即可。 可是我所言有误。给。这是。打开看看。你不是掉了一只白玉簪吗？我向冬青问了一下簪子的样式。 谢谢侯爷，我很喜欢。哎呦，哎呀，准哥，准哥不哭啊，不哭不哭。不是，夫人。哎呀，准哥，哎呦呦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，准哥？谁欺负你了？哦，乖乖，准哥。 怎么了？你告诉母亲啊！怎么了？母亲，我的木剑断了。木剑断了。好了，不哭不哭啊！哎，春哥，木剑断了没关系，爹爹有办法。 是吧，侯爷？对，没关系，春哥。 谢谢夫君。以后呢，剑摔坏了是可以重新做一把的。男儿有泪不轻弹，哭是解决不了问题的。嗯，去玩吧。真哥，哎呀，又有新剑了。真哥，他从小就在丫鬟和妈妈们的溺爱下长大。
身边没有男子作为榜样学习，是以性格才软弱了些。侯爷其实可以多跟尊哥相处，您的言传身教定能让尊哥长成一个有担当的男子汉。尊哥，尊哥，母亲，要说四嫂还真是能干有本事，这执掌中馈以来从未出过什么差错，就连尊哥也照顾得十分周到，也难怪侯爷一天到晚竟往西跨院去。夫人慧智兰心，心思细腻，妾身惭愧，怎敢与之相比？乔姨娘也无需妄自菲薄，毕竟正妻的位置也不是人人都能做的。说起来，乔姨娘入府也有一段时日了，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啊？连房不争气，让太夫人和侯爷失望了。连房，你还年轻，这个事儿急不得，去做，做吧。是太夫人。春哥，慢点儿！哎呦，慢点儿！哎呦，祖母祖母，你看，是父亲给我做的木戒。哎呦，小春哥拿着木戒，拿好了。嗯，娘，这四哥还有时间给春哥做剑啊？是母亲让父亲给尊哥做的，父亲可听母亲的话了。哦，你是说你爹爹听你母亲的话？是啊，不管母亲说什么，父亲都不发火。他说的是咱们徐家那个侯爷吗？既然尊哥有了新剑，那让五叔教尊哥一段新的唱词来配你的新剑，好不好啊？好啊好啊好啊，尊哥喜欢新唱词。今日过，天理今日合，礼数尽欧国，再不言宋天子因民生，只是他包龙图智慧多。这是包待至至斩鲁斋郎吧？啊，是是。春哥，五叔唱的好不好听？好听。要是春哥好好读书，以后我叫五叔多唱给你听听。好。四哥，你不是不喜欢春哥听戏吗？啊，今日是怎么了？我仔细想了想，我也是从小听这些长大的，戏曲能让尊哥学会处事做人，你四嫂也十分支持。侯爷，真没想到四嫂进门以后您的变化如此之大，以前我们也没少劝您要对尊哥对五爷要宽容些，您之前可从来没有听过。这你就不知道了吧，这叫卤水点豆腐，一物降一物。好了，侯爷回来也累了乏了，丹阳你坐了这么长时间也该回去歇歇了，都回吧。既然母亲累了，那我们就先告辞了，走吧。